大家好，我是明思。这一条片呢应该就是生产日记之后的一条了。我就出院回了家了，今天已经是 BB 出世的第十日左右，所以呢就拍这个坐月 vlog 给大家看看了。就主要是用手机去影啦，因为凑一个初生实在很难去用相机去拍，即是你很难在做每一样东西之前你都摆定好部相机去 set 位先。很多时候他喊咪就要即刻理他，所以呢我是没那么多时间去这样做的。好彩我赶着在生仔之前转了个 iPhone 12 Pro， 所以呢现在拍片的画质应该都不错的。讲了这么久当然要给大家望下细佬啦，是不是？细佬咧，而家佢就瞓紧觉嘅喺度，咁但其实咧佢已经瞓咗 OK 耐噶啦，咁所以差唔多时间会要食奶同换片，咁咧我而家就唔瞓住，如果我瞓着咗，佢转个头起身我就会好辛苦嘅，所以咧而家就等佢瞓多一阵，咁我就整多一阵自己嘢先，喂埋最后一转奶先至再瞓。俾大家望一望咧，而家我呢一个嘅喂奶位置系喺呢一度。OK。为什么不是坐床呢？我觉得坐床是令到我很眼瞓，所以呢我是 set 了一个刚刚好的位置可以晾埋脚，那就在这里一路碌电话一路喂嘢啦，我的人就没那么辛苦了。哦，喊醒了，想要奶奶了，12点半了现在。好啦，我们喂换完片片喂奶奶先。我暂时我呢几日都是全埋身的，由我通了开了奶啦，嗰个叫做类似帮我通淋巴咁样开通了啲乳腺之后咧，我都是 keep 住全埋身，咁就尽量唔补奶粉，睇下试下今胎会唔会可以喂得好啲系啦。而家暂时发觉最大嘅好处就系唔使洗奶樽。暂时最大的好处了，现在觉得你看我现在好像很精神，因为上早十二点几，但是转头应该是半夜的时候我就不是这样的了。点解会咁夜瞓嘅咧，洋洋？就系因为咧，咁而家我哋照顾住细佬咧，系要日夜颠倒嘅，咁所以咧，洋洋就被逼跟住我哋一齐日夜颠倒埋，都一定会好夜先瞓。好彩佢唔使翻学咋。咁暂时呢几日咧，应该话直至我坐完月啦，洋洋都会系喺我哋张大床瞓嘅。咁点解咧？因为我坐月费事太粗劳咁样，系咁擒上擒落，咁所以咧，洋洋都系会瞓大床先啦，就暂时唔翻呢个佢个碌架床住啦。等我坐完月之后，可以陪到佢上去瞓咧，先至过翻去，系咪啊？所以有时候因为太逼咧，爸爸系会瞓下梳化或者瞓下杨张床嘅，唔系晚晚都喺度一齐瞓。咁啦，我哋早唞啦。我哋今日再，咁样影相得唔得？呢个 BB 仔饮咗几分钟奶啦，跟住就哔哔啵啵，补咗好多屎出嚟。
搞笑，啲初生 BB 就係個樣，一個飯咁。睇下家姐，家姐喺呢度瞓緊，哇，瞓到幾有型。我絕對懷疑佢係知道我拍片嘅今日。如果唔係，琴晚唔會瞓得咁好啊，叫做我只係醒咗兩次啫。咁佢每一次都瞓到兩個鐘以上，但係佢前日再前日嗰啲完全唔係咁嘅咯。四點前嗰啲可能係瞓八個字，然後就起身。總之唔夠一個鐘就起身一次。我半夜係要起可能四五次身咁樣嘅，勁辛苦。所以咧，琴晚佢一定係 feel 到我拍片，所以好乖突然間。得弊啦，我見到咧，我唔知係咪。幾日捱夜之後咧，開始出黑眼圈咯。我從來未試過有黑眼圈嘅。我以往都係夜瞓嘅話係會爆暗瘡，但係琴日照鏡嘅時候，竟然發現自己有黑眼圈，我覺得好難接受。我的早餐啊，而家坐於早餐是要吃飯，跟住咧餸咧就係、是、下邊呢一包，今日是原貝蟲草花肉片蒸飯。今日咧係第九日，而家咧就飲呢一個陳皮三色米圓肉腩早茶，耶、yeah.！终于可以吃早餐了，这个叫做其实已经十一点几，不紧要，最多晏啲先吃 lunch。 而家左手边这个位置全部都堆晒啲杂物，即可能尿片啊，跟住有啲即系送嚟嘅礼物啊，或者乜嘢都好，冲凉嗰啲嘢啊，劲都堆晒门口呢个位，多一个小朋友又多翻好多嘢出嚟，臭样！你快啲去食啦，两个小朋友喺嗰边。话初生 B B 好臭嘅原因系佢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喺度瞓觉啊，即除咗喂夜奶呢个最辛苦之外，真系平时就食完瞓，瞓完食，换片咁样就冇嘢可以搞啊。你睇下一直喺度瞓，点样嘈都唔醒，几正。家姐仔点啊，家姐仔？好靓啊，系咪呢个 Elsa 蛋糕？我要攞呢、這个。妈妈要呢个星星啊。哦 ，thank you， 我哋摆到啊。呢一兜咧就系头先煲咗个热水，咁而家慢慢摊冻紧。咁咧就系课一阵间晏昼我同 B B 冲凉嘅时候用嘅，因为我唔可以点生水啦，咁但系我想同佢冲凉，咁所以咧只可以每一次都狂煲狂煲一堆熟水，咁就摆定喺度俾 B B 冲凉。喊喊咯。嗱，頭先嗰個咩藍棗茶咧，我就係放咗兩包入嚟呢一個壺啦。呢一個壺係超級保温嘅，因為咁佢沖完之後咧，即係焗完之後咧，我就會咁樣斟落嚟啦。然之後咧就當水飲咯。咁而家媽媽要飲陣唔飲得水。
我唔係唔飲得水，都飲得水，不過飲多啲茶咯。係會高啊？會高唔係，媽媽唔高噶啦。健康啲咯，餵奶餵得好啲咯。啱啱就送咗個菜魚餐過嚟啦，咁咧我就係呢一間啦，五餅二魚嘅，咁佢有個 menu 喺度，佢每一日咧都係大概中午、晏晝啲時間就會送啦，咁就會送我今晚嘅晚餐同埋聽日嘅早午餐，入邊咧就係咁樣啦，好多盒餸嘅，咁就大部分都係擺冰箱或者有啲佢零至四個都 OK， 咁就擺上面嗰格咁樣咯，每一日都係收到一箱，非常好啊，解決咗我三餐。哎哟，终于瞓醒啦！哎呀，好丑样，好丑样啊！嗨，家姐仔，你在帮手做什么啊，姐姐？好嘢，有食 lunch 咯，啱啱喂完奶啦，咪有。今日系食呢一个黑芝麻油鸡，同埋原贝节瓜豆腐泡，跟住章鱼腰果、核桃陈皮无花果寿汤，好似好丰富咁，唔错唔错。咁所以咧，其实我每一日咧都系咁样翻翻热佢送嚟嗰啲嘢咧，咁就可以食噶啦，劲简单，劲方便。我而家同佢冲凉啦。瞓咗好耐啦，佢已经。睇下个样，狂瞓。抹面。哎呦，仲水整到渣哟！哦哟，伤眼腰。一起身就想食。边个同你冲凉啊？哇！看到入面粉红色的和尚袍都知是家姐的衣服，循环再用。甩皮啊！佢而家佢仲未甩晒啲皮。哇！近镜睇下先，真系犀利啲皮。我已经少咗好多啦，比起第一日。第一日先，哎呦，伤眼腰。做咩新咧？装一装有冇屎先？系冇嘅，咁就可以咧，直接包毛巾冲凉。好啦，我哋包住洗咗头先。好啦。会。Hello， 呢度上下镜先。嗨，洗头咯，咩只咩只，好舒服啫咩 ？OK， 咁咧，我哋除衫面。哇，我又见佢，笑。过嚟玩水嘅，佢听到要洗手先玩得咧，佢就唔玩，佢就宁愿玩玩具啦。咁懒啊！超懒，落高少少先。OK， 好。哇！你睇下，睇下个表情。搞掂啦，我哋可以准备饮奶奶咯，系咪啊？肚饿啦，好肚饿。好啦，我哋出去喂奶奶咯。呢个残局咧，交俾婆婆去帮手收拾。小峰，跟住睇细佬只，细佬只物唔系好高，超大，哎呀，劲大声。吃了什么？有点奶奶在嘴里，是吗？好啦，咁我而家就准备冲凉啦。因为其实由中午至晏昼开始咧，我妈咪同埋奶奶都喺度嘅，咁我坐月呢段期间都会系咁样嘅。咁所以咧，而家 B B 瞓紧觉，咁就嫲嫲抱住咗，咁我就好得闲嘅。
都其實，所以咧我就早啲沖咗涼先，費事一間 B B 醒又要飲奶啊咁樣。喺我準備沖涼嘅時候咧，點知原來又要餵奶啦，咁所以咧都好嘅，啱啱好餵完之後就可以去沖。这个是我今晚的晚餐，有番茄龙利流，这个都是跟晏昼一样的菜，都是章鱼汤，正超好味，我觉得这个汤。咁呢一啲餐咧，就係大家平時喺 IG Story 見我成日 share 嗰啲咁嘅月子餐啦。味道上面咧都係好食嘅，我覺得。有時候啲菜嗰啲咧都係唔會黃曬啊，或者好唔新鮮嗰種感覺，全部都係好似即刻煮俾你咁樣。所以我覺得冇請培育嘅話咧，呢一種餐係非常之值得嘅，因為係慳翻勁多時間同心機咯，又唔使麻煩屋企人諗到頭痛埋，到底煮咩好啊？跟住又要走去買餸啊，搞呢樣搞嗰樣。Thank you.